为什么在起飞前明知有问题，机组人员还要继续起飞？这是西安1994年6月6日特大空难的真实影像。一架满载160人的航班坠毁，146名乘客和14名机组人员无一人生还。1994年6月6日，西安咸阳机场 WH2303 航班的机长李刚强登上了飞机。那时的他已经年满46岁，飞行时间超过了12000小时，在那个年代已经属于是拥有顶尖飞行经验的机长了。副机长很年轻，只有25岁，飞行时长仅有700多个小时。早上8点13分，这架由前苏联制造的154型客机从咸阳机场起飞。然而，就在飞机刚刚起飞24秒，飞机就开始出现异常的摇摆，摆动幅度甚至超过了20度。飞机本身也传出各种异响，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。机舱中的乘客开始出现骚动，很多人甚至开始吵吵着打开舱门，他们要跳下去。此时，空姐开始安抚乘客，表示这是飞机起飞时气流干扰造成的正常现象。随后就嘱托大家赶紧系好安全带。机长李刚强也保持了冷静，因为飞机起飞时因为气流造成飞机摆动，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，只是这一次的摆动幅度比较大。按照一般情况来说，只要飞机进入到平流层，这种抖动就会快速平复下来。随后，机长和在地人员交流，让飞机以400公里的速度快速飞升。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随着飞机飞行的高度越来越高，飞机的异常摆动不仅没有得到缓解，反而还越发的严重，机身摆动的幅度一度超过了30度。这对于没有飞行经验的乘客来说，他们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飞机这样的摆动。1994年，飞机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，当时乘坐飞机必须要出示大单位的介绍信。那个时候能坐飞机的人，一般都是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，或者是一些关系很硬的商人老板。当时的一张机票非常贵，相当于普通人2到3个月的工资，但是有钱人也不见得能买得到机票。对于飞机如此大幅度的摆动，这些有身份的人更加紧张了起来。机长李刚强立即命令机组人员检查工作舵机，随后接通了自动驾驶。他想让飞机通过自动驾驶来改善飞机摇摆的情况，但是一番操作下来，并没有什么作用，飞机依然还在剧烈的摇摆。驾驶舱内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。此时，副机长提出可以断开一个舵机的方法，可很快就遭到了别人的反对，认为那东西不能随便断开。飞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，由于自身的大幅度摆动，飞机很快就脱离了既定的飞行路线。此时，飞机已经飞到了4700多米的高度，可是依然没有人想到，应该拿起飞机的检查单来逐个排查飞机出现故障的原因。他们是机器人！这是西安66特大空难的真实影像。90年代能坐上飞机的人，大多都是一些有身份、有名望的人，因为那个年代想买机票，不单单是要拿出普通人2到3个月的工资，还要出示各种大单位的介绍信。可就是这样一群非富即贵的160人，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94年6月6日。飞机从早上8点13分起飞开始，一直到早上8点18分，机组人员始终无法解决飞机异常摆动的情况。在机长李刚强开启自动驾驶模式后，飞机不但没能通过自动驾驶平稳下来，反而摆动的幅度再次加大，厉害的时候甚至一度超过了40度。机组人员陷入一片慌乱，飞机上惜命的乘客也开始大喊大叫。他们想赶紧逃离这架飞机，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。此时，飞机的高度已经来到了将近5000米。机长李刚强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飞机的操纵盘上，他绞尽脑汁的想，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飞机摆动的异常？随后，他取消了飞机的自动驾驶，打算依靠手动来稳定住机身。可无论他如何执行那一系列操作，飞机始终无法恢复平稳。由于飞机的倾斜角度过大，飞机自动触发了报警系统。机舱内顿时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，随后飞机开始上扬，仰角到达20度的时候，飞机开始以3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降。地面指挥在接到报警后，立马下令让 WH2303 次航班返回机场。可现在机组人员已经无法控制飞机了。8点22分，飞机的倾斜幅度达到了最大的70度，紧接着在12秒之内，飞机从4717米的高度直接下降到了2884米，平均每秒下降150米，严重超过了这架飞机能承受的冲击力。地面指挥从驾驶舱中听到了几声机体断裂的巨响，飞机在2884米的空中解体，最终坠落在距离咸阳机场49公里处的一个菜地里。飞机失事之后，调查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现场。当他们壮着胆子去查看的时候，甚至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，更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。唯一一位在现场发现还有呼吸的乘客，在几分钟后也停止了心跳。根据法医检验得知，他们的死因大多都是颅骨骨折以及身体多处的突发性骨折。 这都说明了他们在临死前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力。随后，他们找到了黑匣子，开始调查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。最终，他们从里面找到了3具非常重要的线索。仅仅在天空中飞行了9分多钟，飞机就因为故障直接从4700米的高空坠毁。最终，飞机里的160人全部丧命。要知道，那是1994年，能坐飞机的可都不是一般人。 飞机失事后，相关人员立马找到飞机内的黑匣子，想通过里面的录音来调查这起事故的原因。他们从黑匣子录音中听到了3段对话，非常重要。一段是机长李刚强说的：“我的飞机开始飘摆，30度飘摆。”随后是副驾驶杨民的声音：“不行啊，飞机摆得更厉害了。”最后一段录音是机长辛天才说的：“看这边，看这边，速度失速了。” 通过这3段对话，调查员立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那就是飞机自动驾驶的系统出现了故障。很快，他们就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故障原因。在飞机的自动驾驶仪安装座上有2个插头，但是这2个插头竟然插反了。正常情况下，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外界气流扰动时，阻尼器就会产生阻尼力矩，避免飞机因气流影响造成摆动的现象。可这2个插头一旦插错，航向阻尼器和倾斜阻尼器就无法 正常工作，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受到极大的阻力，从而导致飞行员无法正常驾驶飞机。阻尼器的工作负荷也会急剧增加，最终导致飞机飞得越高，就会产生越严重的摆动和偏航，最终飞机就会因为无法保持飞行姿态发生翻滚，结果就是导致失速并坠毁。 因为前苏联制造这架154飞机时有制作缺陷，它的航电系统插口设计太过单一，很容易发生插头插错的现象，而且还没有防插错的安全设计。在飞机出事前2天，也就是6月4号，这架飞机进行了一次维修，操作员是一名有10多年维修经验的工段长和2名实习生，正是他们的大意，导致维修安装完整后2个插头插反。 他们觉得没有问题，也没有进行复检，这才酿成了最终的大祸。每一次飞机成功的飞行，都离不开机组人员、地勤人员、工程师等等一大批人前赴后继的认真、细心和努力。一架飞机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零件，哪怕是一颗螺丝钉出现了问题，最终都可能导致机毁人亡。希望咱们从事任何载人行业的工作人员，都一定要在工作时认真细心。